《三国演义》之所以可以在民间取得巨大的知名度，乃至于全世界范围内取得巨大的影响力，除了其中展现出的计策谋略被很多国家和地区奉为兵书之外，人物的生动塑造也是小说成功的必不可少元素。刘备的仁爱、曹操的狡诈、关羽的忠义、诸葛亮的谋略、张飞的火爆，以及吕布的神勇，都会让读过小说的人久久难忘。 尽管在众多专家学者看来，对三国名将做武评是舍本逐末的行为，但是对于普通的读者，大多数三国迷来说，大家最热衷讨论的就是这些名将们的勇武斗志以及一场场精彩的单挑。特别是吕布，虽然公认是三国第一猛将，但是能够与之一较高下的人也不在少数，其中猛张飞就是书中体现的。 最接近吕布实力的人，因为他先后一共有三次跟狂斗吕布的机会，而且每次都没有吃亏，甚至可以说张飞单挑吕布的成绩远远要大于跟兄弟们群殴的效果。因此，对于张飞和吕布间的恩怨来说，也许最失败的一次就是虎牢关三英战吕布那场让张飞成名的激战。原因当然很简单，因为吕布勇斗刘关张哥三个，也全身而退。 这对任何一个参与作战的人来说，人多那方都是耻辱的，更何况还有关羽和张飞两大三国顶级名将的联手。很多细读小说的人都已经总结出来了，之所以吕布可以从关张二将的联手攻击中逃生，主要就是因为刘备帮倒忙，成为了吕布可以败中取胜的唯一突破口。因此，吕布全力攻打刘备，逼得关羽和张飞转攻为守。 全力救援大哥，这才让吕布在瞬息万变的生死战中找到了一线生机。看到有逃生破绽的吕温侯，瞬间抓住良机，趁着关羽和张飞救护刘备的当口，吕布仗着赤兔马出奇的脚力，一溜烟的逃走了。尽管从效果上看，刘关张三英战吕布是获胜方，甚至没有刘备掺和的话，两大虎将可能就结果了吕布。但不管怎么说，哥仨打一个。 还没致死对手，只能说吕布太强，三兄弟脸上无光。因此，这当然是张飞对吕布最失败的一战。其实，张飞心中很可能也明白这一点，但是他对自己的大哥又能说什么呢？只能暗自憋一口气。这口气直到刘备得到了徐州，吕布来投奔刘备的时候，张飞才得到了释放。他对吕布就从来没客气过。一方面，当然是张飞性如烈火。 厌恶吕布的为人，另一方面更想证明自己是完全有实力打败吕布的，因此动不动就跟吕布找茬。特别是在曹操听从荀彧的计划，使用二虎进食之计，要离间刘备和吕布的时候，张飞正好借机对吕布发难，无论如何也要跟吕布拼个你死我活。但最终在刘备的呵斥下，张飞才没法动手。可问题是， 吕布那么厉害一个人，看到张飞的挑衅，竟然也不敢动。不光是他在当时需要刘备的庇护，更重要的恐怕是吕布也早都对张飞有所忌惮了。因为这哥仨上次围殴自己的时候，最先上场的就是张飞，吕布当时就没有像轻松击败方悦、母顺、武安国和公孙瓒一样秒杀张飞，反而让自己那么狼狈，所以他当然也选择能不惹张飞就尽量不惹。但是。 随着吕布和刘备势力的逐渐变化，吕布趁机抢了徐州后，他想不跟张飞动手也不可能了。张飞更是总算迎来了报仇的机会，他找到机会抢夺了吕布新买的战马，这让吕布忍无可忍，毕竟自己刚刚抢了刘备的地盘，如果这样被抢走战马的话，他实在是太没面子，于是便来到刘备驻扎的小沛讨要说法。张飞当然敢做敢当。 因为他就想激怒吕布跟自己动手，结果在盛怒之下的吕布跟张飞打了一百多个回合也没分出输赢，还是刘备怕三弟有失。这才鸣金收兵，并且在不久之后找来了曹操当救兵，成功的打败了吕布，在白门楼除掉了这个三国第一猛将。但老乐每每看到这里的时候，都在想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张飞跟吕布最后一次单挑的时候？ 刘备和关羽没有重演三英战吕布的好戏呢，更何况这次的守城方是刘备兄弟，更能够力保不败，打败吕布的概率更大。为什么哥俩就不动了呢？也许这其中有两点原因：第一，最无聊的解释就是这是小说作者安排的，没有为什么；第二，即使关羽想出战，但是他也明白，靠三弟张飞斗吕布的话，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威胁。可是自己一旦上阵的话， 大哥刘备如果不再出战，面子上自然难堪；可刘备出战的话，又是个负担。因此，关羽上场必然会再次带动刘备上场。回过头来，吕布还可能照方抓药，依旧以刘备为突破口，再次不败。这样一来，哥仨两次群殴吕布都不赢的事儿，恐怕传播力度会更大。如此一来，那就彻底丢脸了。因此，关羽为了稳住刘备，也不能上场。 综合上述分析，张飞一共三次狂斗过吕布，一次是靠嘴没能实现动手，还有一次是三兄弟联手，反倒让吕布跑了，再有一次就是小沛单挑吕布一百回合，虽然也没赢，但好歹是给自己出了一口恶气，更为自己的实力做出了有力的证明。由此可见，张飞与吕布之间最失败的一次较量，还真是三英战吕布这场三国名局。